今天来给鼠子做果蔬鸡肉月饼。我们先来切一下今天要用到的蔬菜和水果，紫薯切成大块就可以了。第一次做仓鼠吃的月饼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再到南瓜，切成大块就可以了，切好先装起来。再到鸡胸肉，也是切成大块，切好一起放锅里蒸熟，等会用来做月饼。在蒸的期间，我们来处理一下火龙果，用果肉勺挖出一个球球，可以用来做月饼的咸蛋黄哦。估计大家已经开始关心剩下的火龙果应该怎么办了，为了不浪费食物，就留给我吧。接着把刚才蒸熟的鸡胸肉放绞肉机里面打碎，顺便把南瓜也加进去，再加几勺羊奶粉，最后用绞肉机打匀就可以了。打好装到碗里面，碗壁上的都不要放过哦。月饼饼皮就做好啦，紫薯也蒸好了，把它压成泥，等会用来做月饼馅。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拿一块紫薯泥把它压扁，把火龙果放进去包起来，再把它搓圆。接着拿一块南瓜肉泥，也是把它压扁，把紫薯球放进去包起来，包好之后把它搓圆，最后用月饼模具压一下，一个水果夹心月饼就做好了。接着来做一个流心的，在紫薯球里面挖一个小洞，大概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把营养泥挤进去，然后包起来，最后包上一层饼皮就可以了。先来切一下水果夹心的，哇，看起来太有食欲了，里面的火龙果很像糖冬瓜。接着是流心，这个也不错，你们喜欢流心的还是水果的呀？